Hello， 这里是老歌手的日常。那今天本来说在家楼下写点东西创作一下，结果呢刚刚几个朋友给我私信，然后呢微博上好多人圈我看了一眼，然后我是有工作，所以我第二天才去，那第一天的拍摄我就没参加，结果这几个臭，我以为大家都会只苏醒，苏醒，因为当年我们大家都不待见他。嗯，对，都不喜欢他，每一场都说他怎么还不淘汰，还不走。而且尤其是那个跟小亮哥拼那场是吧，大家都以为小亮哥晋级，是不是，结果他赢，所以大家更讨厌他了。当年大家的团结，苏醒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真的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团结，就因为苏醒。对，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对。你看他现在还没来，还没来，还没来，还没来。你看，行业已经很内卷了，什么十几年的友情还不是踩来踩去，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